We don't need a destination. Let's go where the river's taking us. Mm-hmm. Over fields and through the country, 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but us. Over the rainbow. If we hold tight, we can chase the Mississippi through the night. Hundreds of miles.现在又来到一个健行的路线，然后它就是在冰河健行的之前的一段道路，它叫做 Franz Josef Glacier。 然后我们因为不没有要搭直升机去那个上面那个冰河健行，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它要10000多块。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旅伴他之前在冰岛有参加过冰河健行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一次不搭直升机去冰河健行，然后我们就走前面它这一条路线这样子。它这里就有一些资讯，那像是今天几号啊，天气怎么样啊，可能要走多久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决定我们之后要去冰岛做冰河健行，因为不用搭直升机，然后也比较贵。我们去冰岛还可以去看极光哦。那我们就走这边。冰河的地方了耶，那边就是了吧？那个就是冰河吗？难怪这里一直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我们走上来，不用20分钟就看到冰河了，然后就到了这个 viewpoint， 在平地最近看到冰河的地方，然后冰河就在那边。蓝蓝透明的这里。那个冰河之前是到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哎，就是这里，现在没有了。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做回收保护生态，因为暖化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里现在都看不到冰河了。这个冰河以前是这么多，哎，然后后来就越来越没有了，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子，这边就没有冰河了。那里有直升机，他们就是要飞去看冰河。这次在 Fox Glacier 这里住的是这间 Rainforest， 超漂亮的。我们今天住的这间叫做 Rainforest， 然后我们这里有几间房间，大概10几20间吧。那我们是住在最里面那间，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房间，然后旁边就有这么漂亮的 view， 哇，超大的。又有厨房、客厅跟两间房间的嘞，哇，这间的房间也很大哎，哇，厕所也是蛮干净的，拉帘，好美哦，哇，前面还有 view， 超美的，其实根本走出去外面就是可以看到 view 了，我们在干嘛？外面的 view 也太好了吧，噔噔，我不跟着我。这是哥哥跟着我，旁边饭店那里走过来，还有这个溪水，超美的。Fields through the country, 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but us. Over the rainbow. 早安，我们昨天晚上住在 Fox Glacier 这里的一个 motel， 然后我们今天早餐。来吃他们这里很有名的麦芬咖啡，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走步道之前的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店，也是我们住宿的老板那边推荐我们的，他说这里很棒。然后他前面就是有先卖一些纪念品的地方，然后后面才是座位的区域。蛋糕，超美的。然后他这边的早餐就是有贝果啊、班尼迪克蛋啊、瓦佛啊等等的。然后它上面这里还有一些咖啡饮料。我们点了一个 bagel， 一个 benedict， 一个 apple waffle。好，然后搭配着超美的风景一起吃。
也不错。然后小球说，他的音乐也很好。吃完早餐之后，我们来走这个步道，然后大概要绕一圈，大概一个小时。步道这边。这里有一个框框可以在这里好酷，然后在这里就是有写哪一边的山，哇有冰耶，这是冰河的冰吗？这里有可能会有奇迹哦，期待一下。突然走了5分钟，然后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湖泊的边边，应该是湖泊的边边啦，边边好了。继续走，走到那个湖泊，经过了湖泊的边边，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沿着那个湖边走，这样绕一圈，湖就在那边。到了，到了可以拍照大家休息的地方喽，超快的，才走了10分钟而已，哇，很美耶。真的很美耶，哇，真的很美耶，一群鸭子，看不出来，鸭子静静的在水面上，它在做什么？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but us. Over the rainbow. If we hold tight.Mississippi through the night, hundreds of miles away.第三个景观台也是最后一个景观台咯，走这里下去。今天大概是我们在这里看过最多人的时候了吧。他在这个第三个景观台这里，还有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小标语，很可爱。好，我们走完那个湖面的那一圈步道，大概含拍照的时间大概1小时，绕了一圈又回到卡贝这里，就来接喽，耶！那我们现在往下一个地方去。我们到了第二个停的点，叫做Night Point 骑士观景台吧，我们要来这里午餐。我们刚刚在咖啡买的东西，就是这里是海边骑士观景台。哇，好漂亮哦！好漂亮哦！这边随便一个观景台都很美耶，看一下照好了。海天一线，它这里就是公路上的其中一个观景台，这样。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小地标，然后前面有厕所。我们现在在 Night Point 这里，看着海边吃午餐。我们刚刚在咖啡那边点的这三种，一个是蔬菜卷，然后一个 panini， 跟一个燕麦饼干，好好吃啊！嗯，这燕麦饼干好吃，好好吃的。果然是这家咖啡的东西都蛮好吃的，很不错。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Night Point。哇，你看前面的 view， 太阳光打下来，超级美。就有一条路可以走进去，大概走3分钟就可以到达那个瀑布了。真的好美哦，从那个停车场入口走到这里才不用5分钟就有这个景，太美了吧。下面还有人在那边煮东西，然后是可以走下来骑点这里，然后旁边有人他们就在这边煮，然后就有瀑布，水好清啊。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小
下一站要去的地方是蓝池，然后它这边也有一个步道，大概可以走一个小时，大概会一个小时。那我们把车子停在这边，步道就走这里下去。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等一下沿着红线走，走到这里就可以看这个地方了。那它这里有很多种鸟类哦，然后还有这些动物，走吧。现在我们越开越往南，天气已经慢慢变得更冷了，然后旁边都还有，路边都还有雪，前面也都还有雪。然后昨天这边 的路段是有封路的，就是开车不能开过来，然后今天通了，所以我们就开过来了。看，其实旁边这里都还有积雪。有很多的雪，啊，好多哦！这种就要小心很滑，很容易滑倒。而且啊，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的雪，好滑啊！然后这边是一个很大的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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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是一个晃晃的吊桥。它这个只能十个人哎，好可怕。Water is warm. Let's dip our toes right in. 快速经过到了那边，好蓝哦，下面的水好蓝哦，好清哦，然后上面有雪山。现在走在这个吊桥上，下面的水真的是超蓝的。然后我们这次在的 camp 这里住的是这个小木屋，这是我们今天住的小木屋，它外面还有一个阳台，超棒的。